你也会学狼叫啊？狼怎么叫？啊，这么叫啊？哎呦，宝学的像，学太像了。狼怎么叫？就这俩小孩啊，学狼叫学的可像了，是不是？花花，你再学个狼叫吧，快！狼怎么叫啊？啊，学真像啊！可是呢，一张嘴学狼叫味儿可大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前几天拍的视频，那小亮亮一张嘴，哎呀，那味儿老熏人了。现在嘴没有味儿了，是不是啊？啊啊，是啊。那你咋没有味儿？你告诉妈妈。啊，喝宠物亲口漱口水了是吧？对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宠物亲口漱口水可好用了啊，5毫升的漱口水兑500毫升的饮用水，给毛孩当水喝就可以了啊，非常好用。家人们需要的话，可以屏幕下方小黄车点开就可以下单。